就小明常常做错事情啊，那妈妈常常打他处罚他，但是他皮啊你知道够厚了不怕。有一天妈真的没辙了，就跟我说，你给我跪，你就给我跪在这个佛祖面前，跪到佛祖说可以才可以起来。妈妈身心砰门就走出去了。不到十分钟，妈妈回来就发现到小明就开始哎呦很开心。他说，妈说你是怎么样，你可以起来了吗？小明就当然了，佛祖跟我说我 OK 啊。他佛祖怎么说？你看嘛 ，OK OK。